好 man 啊！梗係啦，喂呢、這個地方而家好多香港人都識。之前雖然拍過，但要重拍嘅話，梗係要加多少少嘢落去噶嘛。唔 man 點可以交代俾觀眾咧？尤其是咧呢個啲老闆們個個都好 man 嘅，咁所以就要同佢爭言鬥麗啦喂！咦，有表演開始啦喎！哇，好 man 啊！梗系啦，喂，呢、這个地方虽然之前冲凉泰国曾经拍过，咁但系我到今时今日唔同咗样啊，再加上唔同嘅节目都嚟插过拍，哦咪，啊而家未。昨天阿妈姑妈兼阿嫂问起我泰国能去吗？为乜咁惊？师傅起势急，话好慢啊，多鬼怪在游荡。哈，我话查实系谣言，变得咁贵多。合十户望就是沙华迪卡，沙华迪卡偏门梯，嫌弃对还嫌啲，你去门市太靓，门前染遍滞了滞之面。合十户望就是沙华迪卡，沙华迪卡偏门梯，嫌弃对还嫌啲。喂，中哥好似你好熱喎，係啊，熱到不得了，你睇下，哇，成頭水啊！喂，幫我除衫啦，唔該。喂，頂唔順啊！之前我見你拍過咧，啲人唔係咁樣表演嘅喎。其實有原因嘅，上次我拍《沖來泰國》嘅時候咧，係假拍嘅，唔係真拍嘅。嚇，假拍都得？話説嗰陣時咧，個揸飛人啊，嗰個女士咧就好 elegant 嘅，佢唔中意呢啲。哇，水啊，汗啊，哇！哦，滴水啊，系啊，呢啲滴水啱啱冲完凉，冲哥，都未啱冲完凉噶，系啊，
哇！熱濕到好緊要啊你！係啊！哇！話説咧，嗰陣時嗰個女高層咧，好～哇，好靚啊！靚得交關啊，又有新事物啦。泰國曼谷又有新事物，係講緊新酒店啊。呢間酒店咧，啱啱喺2022年先開，而家咧合指一算開咗都唔夠六個月啦，超新啊！其實泰國曼谷酒店多多啦，唔同嘅酒店都有唔同嘅顧客對象，有啲咧係俾你度蜜月嘅，有啲咧就度假嘅，有啲就度日如年。所以度日如年咧，就係裏邊太差，環境太惡劣，太多蛇蟲鼠啊，住一晚都嫌多。咁而呢間係度咩？係度漁風啊，冇錯。在这里住的话绝对可以度一个如风如癫的日子。为什么如风如癫呢？因为里面真的靓到癫，就是因为要这么漂亮。啊 ，Puppy 啦，咁噶啦，咁呢度你自己點玩都得噶。咁有個位俾你食飯啦，兼且哇啲爐具各方面咧全部用得啊。仲有，咦啊酒櫃好多酒，咁唔可以偷酒飲？哦 ，sorry， 嗰啲酒係假嘅，我係做裝飾嘅啫。你要自己買嘢飲，買你要自己買酒飲，要飲酒自己買啦嚇。呢间酒店的构思咧，同大家的意念啊 ，sorry。呢间酒店的意念咧，同大。呢间酒店的意念咧，同大家想象之中的好不同啊！一入到嚟要除鞋嘅，冇错啦。除鞋之余啊，仲有一件冰喎。系啊。哇！好靚好豪華嘅水晶燈啊 ！Woody 未上去介紹房間之前咧，亦都可以介紹呢度啲設施先。出邊游泳池好靚嘅游泳池，一入到嚟經過嘅大廳，上到樓梯幾步就見到台玻璃，可以喺呢度設，可以喺呢度，可以俾啲住客喺度打。哇，好靚好豪華嘅水晶燈啊！阿 Woody 未介紹上房，介紹上房，未上房位咧，真係冇得頂啊！咦，但係串不，阿咪咁點咧？誒，唔好理佢哋啊！依家東亞哥哥喺啲廢龍啦，咪啊！4、3、2 ，Action！ 東亞哥哥，哇，大到啊 ，Walk in coaster 啊！我最中意啊！又係嗰個，如果屋企有個咁大 walk in coaster 就正啦。你仲有呢啲位可以幫你，唔係可以俾你，唔可以幫你。點解我估係聰哥咁中意呢個廁所浴？呢、這個啊唔係點解？點解我估聰哥咁中意呢個廁所浴室咧？聰哥會中意呢間廁所浴室咧，係因為一入到嚟咧會見到水晶燈啊，一望落嚟咧就有浴缸。呢、這個浴缸咧就係水力按摩缸啊！都幾多？多啊！嚟啦，等等啊！阿聰哥咁貪慕虛榮，梗係會超例啦，梗係超例啦！而喺天台部分咧，在呢間屋裏面係另一間房嚟嘅喎，真嘢！又是那句啦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啊！呢一間酒店裏邊咧，竟然有健身啊！阿明。又是那句，咁咪多鋪床。嗱，睇到呢度咧，大家可能真係有啲問題想問啊。喂，租呢度住會唔會真係好似剛才所講，陳生、李生兩，但就唔會分批租俾四班唔同嘅客，只會分俾，再租俾。OK。梗係租俾你啦，啊，唔係，多謝。梗係租俾你啦，你俾咗20,000匹，即係5,000蚊左右，成間你可以周圍玩噶啦。成間屋你玩。